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晨晨。今天我要去约会，我要跟一个帅哥去约会。你们好奇不？好奇不？一会儿给你们看啊。你这哈尔滨这商家这不容易啊，小伙子还得跳舞。鞋带都垂掉了。来，今天小姐，今天看一看啊，咱们店里所有商品免费试吃，免费品尝啊。早上的我们做过啊，这里有糖，有酥，有糕点啊。哎，没有啊，啊有东西。有肉啊，烤肉火啊，现烤的猪肉火啊，招牌牛轧糖，满口爆浆果，可以尝一尝啊。这活儿挺累呀、啊，就靠他俩锤出来的。今天要跟我哥哥去约会啊，我的录音师大哥。之前我拍视频，我哥哥出镜过，他要领我去吃马甸冰棍儿。我说多冷啊，吃冰棍儿，咱也不是外地人。不冷不二啊。看大长腿，大长腿，1.85米。嘿，来大壮哥，耶！就是因为我不能买完了拿着往你这走，知道不？所以说你得跟我在这一起买，所以吃不吃的你得现场决定。因为我自己拿着一根，我自己走着去找到你，我不绅士，所以说你要赶紧来，我建议你跟我一块吃一个，吃一个吧。哎，我多少年没吃过，我也是，那外地人才吃吗？啊，扫码不能扫。要5块钱那个，我要它最贵的。为啥呀？服务员，你好，25是吧？要那么贵干啥？吃一回，你还有几个机会？真是，25是吧？两个还是管啊？不，两个冰棍儿。再加两个。35。啥呀？开心果是啥？管它啥呢？哪有这玩意儿？什么东西25啊？开心果啊？那不35是吧？玫瑰开心果啊，下午开心果是冰棍儿啊。冰棍儿啊，我俩就俩人，要仨干啥？是仨吗？是啊。仨吧，哎呀。吃开心果，要不你就换成开心果的了。行，不用不用，我实际我想吃这个，我也想吃这个，我就要吃这个。女士，哪个好吃？这个？都行，我就要吃那可比女士必须来特殊的，来。哎呀妈呀，走吧。25一个的冰棍儿，快走吧。哥，你太败家了。谁败家呀？你后半辈子还有几次机会吃吗？真是。人家都说原味的好吃，他我哥给我买个25的冰棍。人家说这个最好吃，最好吃的必须给我妹妹。25的，他肯定说好吃。那是王婆卖瓜，哪有功不夸自己家瓜的？作为一个哈尔滨人，竟然没吃过马迭尔冰棍25一个的。这是小菜啊！一会儿你想吃什么大菜？说话。咋的，哥？你退休了？没有，没退休。老夫聊发少年狂。咋的？发财了最近？摆哪有？你记住，发财越有钱的人越狂。我们才不够，就是，咱们这叫穷大。我也抠。你有没有美颜呢？没美颜，我这褶子都出来了。美吗？那我也不敢拍，不美。好吧，等于我拍的像那个某民党士兵似的。你胖脸了。没事，不要紧。看，这也是个大胖子。能有高1.9米。是的，但这个地方需要有那个坚强的卫士。嗯，你肯定没他高。肯定的，才1.85米。咱俩是一边高的，我怎么能比他高？咱俩是你高。我这要说了，我好像1.76米了。上次吃，哎呀，啥时候我都不记得了。我人这是个点呢。很久很久。没吃着啥特别。反正他说好吃，那必须得你吃。你江边可热闹啊。是。所以说择日不如撞日。今天我哥请我吃大餐。他请我吃了25的冰棍，我多激动。你都没吃过吧？嗯，我也头一回。有一股柠檬的还是百香果的味儿，各种滋味，个人体会啊。他刚才说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进你肚了。
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小时候啊，我为了吃个冰糕，吃个酸奶，啊，你每次都得跟你商量去申请，完了才能吃一个，那酸奶才几毛钱。你呀，好人家的姑娘，你猜我呢？你吃不上啊？我偷了我爸五块钱，那个年代偷五块钱啊，你们可知道那五块钱那是多大的价值？我妈说她能挣几十块钱。结果呢，我这个屁股呢，成功的被我妈妈打开了花。你吃马迭尔了？哦，那时候啥？那时候松花江冰棍能买着就不错了。南坎汽水五块钱能买多少？是因为我顺手捞到我爸钱包，正好就五块钱，没时间了，还犹豫个啥？哪年呢？我想想啊，五块钱。啊，我是哪年上小学的来着？77年，76年，我好像是76年的事儿。76年五块钱。1976年啊。嗯。那五块钱，这事儿不能给你放上去，要不然丢人。可以说没事，不要紧的，那不懂事儿嘛。75年、76年的五块钱啊。嗯。能到现在两个月工资。得。得了。但是年轻的朋友们，我要是这么说了，有几个人能明白？现在五块钱对你们来说算个啥？我想知道五块钱你吃了啥。五块钱买完冰棍之后呢，花不了，然后就五分钱一个了冰棍。对，然后呢就请我那些小伙伴们，我老大方了那时候，来咱们每人去买冰棍啊，一壶一壶的买了啊。那时候咱们水壶知道吗？水壶装冰棍，就是那暖壶，暖壶，啊，那咋拿出来呀？就是不是我拿出来的，是那老太太，人家卖冰棍，人家有暖壶，啊，我们就围着那老太太一坐，钱一交，咔咔咔我就一顿造，造的肚皮流骨，你能想象吗？然后呢，是花不完呢，第二天请他们再接着吃别的，喝汽水，喝南坎汽水，嗯，然后到第三天被我妈查出来了，Game Over， 接下来就是一顿皮带炖肉，对，皮带。炖后秋，皮带炖肉。还定啥呀？鹅桥纪念馆。对，西文丽。晚上可以吃。可以啊。晚上是酒吧，披萨，空心粉，如果味儿也是非常好，那就太值了。烤大串，牛排，南瓜汤，就这些，十块这些。想想看，在这片走，真没什么其他好吃的，就这个咱最熟悉，对吧？溜达完回来就中午。我哥，你疯了！没有吃马迭尔冰棍，没有吃西餐，我说我外地人。你说我们没来过鹅桥纪念馆，啊，你又没去中华好了，谢谢你。回来大家谢谢啊。吃完了马迭尔冰棍以后，然后我们在中央大街逛了一圈，现在去吃好吃的。我今天晚上吃鱼了，把盘子争取吃见底儿吧。哎，这盘子跟那什么似的，跟镜子似的，可亮了。是吗？啊，能晃着我。晃，你脸上补光了。有助于美颜。你补光了。美颜。我现在直接开直播得了。我再给你瘦个脸。是吗？还能瘦脸吗？啊，你现在哎真补光了。我真属于个大脸盘子。真补光了，我就想变成大脸盘子。大脸盘子上镜头就难看，好看。像我这脸上镜头就贼难看。我给你瘦。啊，人说那个大杨幂那个大主演就是。是吗？那上镜头正好，结果呢见到真人就跟你这脸。杨幂啊。啊。
俩特别小。3块钱的自助小食，还有爆米花，还有薯片，先整点水果，还有米饭。那种东西是能搁农村看着的。咱们原来哈尔滨之前没这么建设的时候，也地方都少，现在见不着了。你要回老家的时候见了。对。回老家的时候没上班啥见了。我头一次看见麻椒粉，芦灰渣子。别小时候都到。芦灰渣子不是那啥吗？烧过的煤吗？芦灰渣子是啥？是一种植物，带叶的，它长的果实就像这样。啊！我说哎，怎么像芦灰渣？那孩子一听他明白了。我不明白，我以为你说芦灰渣子。对，芦灰渣子是芦灰渣子，芦灰渣子那是两个。最近我上厢房撸了个羊毛。坑烤，有啥特殊味儿啊？烤不都是火烤？他垒了一个木熏大炉子，从上边就那鸡，一个大炉这么大，然后就跟坑似的。完了，下边是烤的鸡蛋，上面烤的鸡，吊炉的那种鸡，是木头烤还是炭烤的？我没注意，好像是木头。他家在蟹棒子嘛，挺好吃的，烤大公鸡。5斤的鸡烤完了3斤多，挺好吃。实际上是仪式感强于它的味道。得提前一天约，要不然你得预定。饥饿疗法。老板有脑子。没让你吃西餐，哈哈。这个你吃过吗？没有。只要是你的选择就行。我就爱吃什么水煮鱼啊，烤肉啊。各种鱼，嗯，行，烧烤，咱们已经拉面、面条，咱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，没有多少机会肆意的吃。今天我跟我哥的晚餐吃完了，哎，在哈尔滨一家特别好吃的烤鱼啊，我就不说什么名了啊，我俗称叫大力鱼，那个叫碧绿青椒芒果鱼，夯鱼，青椒烤鱼，大力夯鱼，小心点。哥，咱俩花多钱？哎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多少钱？不到200，就是合不合算啊？合不合算？一条鱼，完了里边加上配菜，完了还有，米饭、各种饮品、什么小食、水果自助。嗯、哎，我俩花了不到200。今天我哥破费了。我觉得花的太少了。我哥今天要请我吃露西亚西餐，我说，请我吃了。那个马迭尔冰棍25块钱一根的，真的，我就，哎呀，哈尔滨人，我都没吃过25块钱的马迭尔冰棍，真是。完了还要吃不要把这个当作梗啊，到此为止了啊、哦。还要请我吃露西亚西餐，我严辞给拒绝了。我觉得那里边68、88一个菜，然后我怕吃的不适合我，我还是吃点这个什么鱼啊、烧烤啊、火锅啊这些比较适合我。破费了。哥，等你退休，你再请我吃好吃的啊！不用等到退休，那得啥时候啊？一年吃一次。一年吃一次，也有点太长了。半年也行。啊，反正吧，逮住机会就吃了。知道我好吃，我就是个吃货。如果说你们来哈尔滨的话啊，如果想吃的话，可以问我，或者请我带你们去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啊，拜拜，拜拜，点赞啊，点赞。